中融钢铁公司呢，我们长期秉持的绿能生产、永续共融的理念，那努力优化我们能源使用的绩效，并且呢，以 PDCA 的手法持续运作 ISO 50001的能源管理系统。每年呢，我们会设定节能的目标，还有执行的管理方案。105年呢，全厂总共节约了大概有56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碳吸附量。我想，企业的决心跟社会的责任呢，是我们执行节能减碳成功的关键因素。中融公司呢，也会秉持这个理念，长期呢，为尽到社会责任，以节能减碳的目的呢，不断的来做一个节能的改善，还有引进新的设备，达到我们企业的责任。节能经验传承，减碳智慧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成为节能。